听不听懂先不说啊，那个他可能没听懂我们的，是不是？我们想让你跳舞蹈，你给我们带来了武术。那house 吧，house。啊，对。house 是用家最用最最的舞蹈，因为音乐是很快，所以这样 ，and then 对 ，and then 这是很重要的律动 groove。继续 ，and the boom。谢谢。他音乐处理也很好吧？谢谢。我的感觉是，呼音乐，超怕的感觉。音乐是噔噔 ，OK 不？噔噔这样的感觉。对。那你能不能跟音乐再多说几句？OK， 比如说这样的 step， 这是容易的。我们要看难的。好的。Listen. And then, he is just jumping. Yeah. Thank you. Today I remembered this name. Good is good, but also there are shortcomings. You lost a little weight.拥有我这个身材你就完美了。好难想象你这个身材。哎呀，非常筋道。